MOD 还有哈咪 Video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姚淳耀，我是吴根霖，也是炎亚纶 ，AKA 炎P AKA 全球第二十七帅。让我们用诚挚的心来欢迎本山老师。首部以邪教为主题的犯罪影集《我愿意》，剧情讲述邪教操弄人心，内容也涉及了许多敏感议题，是一部会发人省思的新作。而说起这次的合作，两位男主角对彼此都是好评不断，就觉得是个很帅，近乎完美。但真的认识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，一下就是个大师啊。京剧大师，我就是他的信徒了。他真的讲话真的很有哲理，我每次听都觉得哇，真的啊，他好有深度，就是会在角色交流上啦。对，但我觉得应该是他本身散发的，就是魅力，能被金钟影帝夸奖。你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，天啊天啊，红不了先赢，再讲，一人做一条，才不会做错。确实比较。第一次在另外一个比较不是家人的，或者是比较不是另外一半的人的身边展露这样子，就等于是没穿啦。对，然后而且在他面前是要做比较私密的动作的。但他那个激情戏我真的太有印象，因为我们是在那个深山的一个小屋子，他那个声音还是氛围，就是，然后你会觉得哇，整个山谷都是有没有？练空心跳，会不会触怒三神啊？我就觉得哇，就是那个属马，属马，他的吗？102，哇，哇塞，我没有说我多少，对，101.5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好是在拍完这部戏之后才开始进入搞笑。这部戏确实对我来说算是某个阶段性的任务，刚好在一个蛮波荡的阶段跟状况，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况演完这部戏。我觉得我蛮感谢这个 timing。你愿意追随本生老师的指导，不断开悟，不断提高生命的层次吗？你愿意与西格玛教风雨同行，生死相随，并把它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，谨守对方的秘密吗？1000万可以买到一份幸福，1000万，我先喝一下水。可不可以再提价一点？5000万，嗯，开始有点像样了。就是我只要收了这5000万，我就会不幸福一年。不要，至少要5亿。哎、欸，5000万我 OK， 5000万先拿。你有点自信。先买房子，我一年之后可以开心很久。OK OK。MOD 还有哈咪 Video 的观众朋友，请一定要来看《我愿意》7月29日，每周五晚间8点来看《我愿意》，会让你非常的幸福哦。祝你幸福。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体验课程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对幸福磁光动力会有更深入的了解。爱是原动力，神要你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改变自己，你们会体验到一趟真正的旅程。因为让我们给他爱，给他幸福。爱是原动力，爱是